这总共我可以的 ，OK， 收、so, 1除以1减2。那这个呢是这个 NGM， 好 password， 所以我们由这个 moment generation function 就可以证明出来这个 sum of squares of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random variables is a chi square distribution， random variables。所以这里就要讲为什么卡方分布的这个卡方分布的moment generation就定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可以证明出来。
Okay. Next, do you know why? No? Yes? No? Okay. Okay, if T is standalone, P is S squared. Defined to be z over square root of b over r is t and then degree of freedom. So, this T distribution, it is two independent series of components. Unit is a standard deviation. Variance is a constant. Component is a factor of its freedom. Okay, students, in fact, this, we can know why this thing. Since this is a normalization. 事实上，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sum of squares of standalone distribution，所以事实上这个就是 sum of squares 把它除以它的自由度，就表示它是一个什么？它代表的是一个 sample variance， 它是一个 sample variance，所以你把它开根号之后，它变成 sample deviation，所以你把它的 mean 所以 sample deviation 就是一个 normalization， 它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，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说假设它可以，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你这个 z 分子跟分子要怎样要独立。 例如说，我们要检定这个，那我们有一个 no hypothesis， 对不对？ 有一个 alternative hypothesis， 对不对？有一个虚无假设，有一个对立假设，对不对？在 H 里面就是什么？这个 mean 它的真实的平均值等于 mean 值，那 H 1就是 mean 不等于 mean， 这是 no hypothesis， 这是 alternative。
testing H0 opposed to against H1。 那这个是我们做假设演进，要知道，那我们就要用它那个统计量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要用什么统计量？用这个先锋率，对不对？要用这个先锋率。 那接下来我们会怎么做呢？我们会，事实上我们是用这个 sample mean， 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要这个 testing， 这个是不是等于 mu 0嘛？所以通常呢，我们会先把它怎么样？把它就假设这个平均是不是等于零？用最简单的情形，对不对？平均是不是零？就是说它是不是有差异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这个效果是不是有差异？ 使用这个药对病人来讲，是不是有显著的差异？零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没有影响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效果，这个药是没有效果。所以我的目的呢，就是说，假设我看到我的这个药给病人吃下去的结果，我希望，但是 against 这个 null hypothesis， 对不对？那它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证据告诉我，啊，它的平均是不是？OK， 所以呢？ 我呢，把这个 S bar 把它扣掉，然后再把它除以它的什么 sigma， 除以这个除以跟那玩意，对不对？假设我假设 H 不对，我们假设。 除以它的 degree of freedom， 很简单。OK， 上面这个是不是标准常态？standard normal， 对不对？下面这个是什么？这是 chi square 的除以它的自由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的分布。
会是什么？会是 T 分布，自由度是 N， 自由度是 N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再看看好不好？这是 sigma， 这是 sigma 平方，但是在开根号里面，所以这两项会怎么样？会消掉，对不对？这两项会消掉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 n 减一跟 n 减一会怎样？会消掉 ，OK？ 我把这个根号 n 移到这个下面来，所以这个变成什么？这个变成，好，这个就变成 x bar 除以根号 s 二除以 ，OK？ 好，这个根号 n 移到这里来。没有，可以吗？所以你把 x bar 除以这个 s 二除以根除以 n 的，它的分布是 t 分布，自由度是 n 减一。OK， 建立在什么前提之下？所以你需要 assume sample 是 from normal distribution。不然我们刚刚讲的每一步骤要过来都是不对的，至少这个上面跟下面这个要独立就不对了。OK， 上面跟下面要独立，必须要它是来自于常态分布。